主料烧饼一个，辅料西红柿 0.5 克，黄瓜50克，鸡蛋一个，火腿40克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黄瓜西红柿火腿切片，鸡蛋煎好，烧饼用平底锅一热或者是微波炉都可以。烧饼刨开，不要刨到底，把鸡蛋火腿西红柿及黄瓜加入，全部加好，用保鲜袋一包带到公司，配上一杯豆浆或者奶都 OK。 烹饪技巧，烧饼刨开后可以抹一点辣酱，也非常好吃，不过我喜欢原味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